一下啊，这个颜色，皮儿非常脆的那种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做的叫饼包肉。来，朋友们啊，我那个烤箱坏啊，现在呢，用这个这种土办法啊，用这个筷子把这个肉插一下啊，翻过来，用火这么一烤。这样，哎，这样呢也会烤的比较干净啊，哎，一烤都直崩，哎，这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放到冷水盆里，用这个刀刮一下。今天呢换一种方法啊，这也是网友愿意看的啊，说别用清洁球了，我不愿意看那个不得劲儿似的呢。我说来换换啊，这个简单。总之呢，都是让它洁净就好。选肉呢，选硬肋啊，或者前膀肉都可以啊。下锅啊，开水锅把它煮上15分钟，让它断生。肉捞出来。来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我这个勺里啊加这么些油啊，看看油一打绺一冒烟儿，那、这个热量就可以了，勺就润出来了。白糖呢是30克白糖下锅啊炒，炒好了呢叫粉红色，炒不好了呢大不了呢就是找个焦香味儿，用这个老抽找一下颜色就可以，哎，这就可以了。把香料炸香，加上水，再加水，这个就叫焦糖色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加入冷水，没过煮料，加入2:1酱油。老抽用它调色，再加入盐一点啊，让它咸一点，然后呢这么蘸一下。这个呢主要就是找个感觉啊，放不放它没有用啊，一点必要没有，就是让它颜色好看一点，这个叫红曲红啊，看看这颜色，哎，除了这个颜色呢，带点紫红色啊，这颜色比较好看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做的是极为大众的一种吃法，并且呢，在这个东三省呢，都是冬季呀、啊，那个什么初一十五之前那一段时间啊，下来那个熟食啊，那个凉啊，不太好吃了，怎么办呢？烙点饼，把这个剩的这个酱肉料包到一块儿，包完以后上锅这一烙，烙完以后外面还脆，里面还非常软糯香，外表皮是脆的，所以说这个吃法比较科学啊。网友点咱们就做一下，呲呲呲上气儿转15分钟，然后停了火，让里头焖呢就可以了。一斤面3两热水烫面，然后呢再加上个4两水的冷面，这个面呢要求软一点啊，软一点。烫面的目的呢就是让它破坏一下它的筋性，吃的柔软啊，表面还要脆。再少加上一点盐啊，加入多少盐的1克盐啊就可以把它合成团了啊。然后这样，哎，这个手法这么揉搓，前后左右大致得需要1分钟，这样，看看，用这个滑板这样往前推，再推，哎，干净了，对吧？开始，先这么蘸一圈面，揉，把这点薄面都揉进去，哎，这回就光滑了。成活就这样。
分钟，揉三遍，醒三遍，醒三遍，揉三遍，一共就是三遍啊。现在啪，直接放成面条，准备下面剂子啊。把这个面剂这样式的啊，这么一揉，这样一放，馒头型，上面撒上点粉，晾一下，这么一放，以免它干啊，再醒放十分钟。来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压了十五分钟，焖了十五分钟，断了火啊，在汤汁里又泡了十五分钟，把花椒、大料、葱姜、香叶捞出来，旺火收汁，把汤靠干。汤汁呢，不要收得很干啊，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来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这个颜色啊，我觉得是比较合格啊。你再看这一块啊，汁儿呢也比较粘稠了。关火，捞出再用。那咱看一下啊，流水作业这样来，两个面镜啊，稍一摁一下，忌口冲里面，这样。来看一下，一合，哎，加上点油，开始啊，中间往前赶，中间往后拉，稍动一下，中间往前，中间往后，哎，这样效果最佳啊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来，朋友们，咱看一下啊，加上一点点油，不要多。来，朋友们，一分钟啊，看一下，哎，还可以啊，少这样，少打点油啊，少打点油呢，一烙突就鼓下来。翻过来，再来上半分钟就可以啊，不用上色。把这个揭开，这样啊，看看，这张也是好了。来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放冰箱里的，外边凉了啊，外边凉，这个程度。酱肉啊，酱肉、熏肉都可以这么制作啊，它没有界限的要求，你喜欢熏制的肉。又是一个味儿，这是酱制的肉，啊，切，这样，推刀切，啊，看看，这样的，啊，没问题，啊，你不要把它剁成非常碎，不需要啊，接下来，放到这儿，把这个原汁上面的油往上撇上点，哎，好了，完活。看看这个饼啊，这个饼的薄度，把它揭开啊，放在烫手，咱们没有揭，揭开以后看看在这个薄的程度啊，咱们看看这个图案，哎，看看这非常薄啊。接下来是这样的，现在开始下肉，不要给太多啊，这个形状。开始烙，口感要好啊，一面脆，一面呢稍软一点，大致呢需要三分钟啊，让它上上虎皮面，效果就最佳了。来，朋友们，时间到，看一下啊，这个颜色，哎，不要加油啊。好了，
朋友们看一下啊，时间到，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听一下声音，哎，要脆，皮儿非常脆的那种，哎，这个地方不是很脆啊，比较软的一种。嗯，焦焦片儿，就是这种酱香啊，和这个饼皮儿啊非常脆。好了，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有什么需要呢，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